你是谁？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天木童，你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什么事儿？知道什么？你们挖暗道潜入太后寝宫，说吧，是谁派你们这么做的？这事啊，我不会说的。哎，干嘛？去哪？我看你脸太肥了，正好用来喂鸟。哎，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这就是日思夜想的侍女图啊。有何吩咐？昨晚天木童又来闹事儿，你可知道？下令捉捕天木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主人，怎么？到现在你还想替他求情？不敢。还不去办？是。这么说，是因为小蘑菇发现了你们的暗道，你们才抓了他？对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六王啊，把他当成客人一样，您大可放心，绝不会动他一根汗毛。你是怎么逃脱的？正在危急时刻，出现一个道童，把我给救了。宝图现在在太后那儿了。啊，你可以下去。是。
那穿道服的少年定是天目童。除了他也想不到其他人了，只是我们盗图失败，图还在太后那儿，怕是太后已经怀疑我们了。太后现在也是假太后，她应该猜不到是我们要盗取宝图。那我们现在不用着急，现在他手上只有半张宝图，天目童知道这宫中有妖怪，定会想尽办法除了他。而假太后深知，只要天目童在这宫中，便是最大的威胁。等他们打得你死我活，我们再去抢宝图便是。哎！袁大人，我们要不要进去？你们进去搜，我在这守着。是。袁大人，没有发现天目童的影子。可爱呢，冠冠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玩呢？嗯，放心吧，道长，我一定给你把事情办好。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关关，乐平公主来了。天目道长，快来，快来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听说太后要杀你，为什么？公主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以后小道再慢慢跟你解释。只是这罐罐还请公主借小道一用。你不会把它怎么样吧？哦，这个公主放心吧。嗯，好吧。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
多谢冠冠。天幕道长，你怎么把那只鸟打跑了？我觉得他没有恶意啊，和冠冠那么要好。公主，你看到的只是那只鸟的一面，其实就跟很多人一样，他们有很多面。嗯，人有很多面。那你有几面啊？公主，请快些回去吧，小道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怎么了？你不挺厉害的吗？你打我呀！来，往这儿打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往这打，往这打，往这打！今天，你蘑菇爷爷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暴脾气。你想离开六王府，你会放我走吗？放不放过你要看你自己。太后现在在通缉天母童，她已经自身难保。太后要抓我师父？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，以前我想留着你跟你合作，能保你一命，而现在我真看不到你的价值。我师父每一次都能死里逃生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还有，我自从变了犬妖以后，我的鼻子就特别的敏感，我能闻到一种味道，是白巫师的味道。哼，白巫师已经被处死了。白巫师没有死。我不光能闻到白巫师的味道，我还可以闻得到侍女图。你能闻到侍女图？没错。那好，只要你帮本王找到侍女图，本王就帮你杀了白巫师。而且你要什么赏赐都可以跟本王说。我不要什么赏赐，我只想血刃仇人。
你可算是来了。你是宁妃还是？我是太后啊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儿。那个妖人竟然对我下了毒手，想要从我这里拿到侍女图，竟然与我交换了身体。果真如此，确实跟我想的一样。那个妖人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应该还在宫里，可是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把你送出去。又见面了，没想到你的法力果然有长进。哼，以前只是移魂鸟未成型，法力有限，如今我修行已成，你早已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那倒未必。哼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你没事吧？天捕头，快快，别让他跑了，快去！小刀领命，快去！太后保重身。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？
是小蘑菇，一个道士，还有一个娃娃间谍云香荣。网恋是，娃娃间谍云香荣勾结万敌。嘿，你猜一个呢？这种情况。花瓣散开，凋落，风轻着，断手秋过，谁见了黄愁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